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欢迎收看本次的换装的直播视频。一如既往的，这次没有骚 BGM 了，就找宿舍的同学一起弄了。这次是一个广东朋友寄来的一个快递吧，从他手里弄了一点白菜泥。哎呀，没刀子，只能用些尖锐的物品来开箱了。我那里有。哎呀，你不早说，撕开了。还看好多报纸啊。哦，有这怎么包的，这是我就看看怎么拆开刀看。一窝烈鳞和一窝红足休蒙羽，红足挺活泼的，也没见有死的。吐出来看看吧。好像有些尸体。你捏的呢，放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小。哎呦，大概这么大一只吧，1.5厘米左右。要不你试试？我上去。哎呦，先是第一窝，然后第二窝是猎鳞。也直接倒出来了，感觉猎鳞他说好像死的都比较厉害，好有尸体看到了。 What the hell， 挺精神的呀，其实没什么问题吧。猎鳞的话我经常上手，能看到吗？在蛰我。哎呦好疼。好吧，先